哎，你谁啊？坐我男朋友副驾驶，你给我下来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送我同事回家，这么晚了，他一个人不安全。这谁啊？这么凶？你知道他是我男朋友，你还在这儿演，你恶不恶心啊？够了，秋秋，上次你坐你同事的车回家，我有说什么吗？男女平等。我那是客户谈工作，我提前跟你说了。啊？这谁啊？白天工作聊不完，晚上还要聊是吧？不是，我看过你手机吗？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，你知道吗？你能帮我拿下暖宝宝吗？肚子好疼啊！哎，我不是让你叫我起床吗？我这都要迟到了。啊？上次去旅游的费用我算了一下，差57，你转我就行。你要跟我算这么清是吧？我们之前都说好的呀，所有费用一起 AA 呀，你不能让我亏呀。那你给别人买口红就不亏了是吗？你怎么有我的收货信息的？我同事过生日，我买个礼物怎么了？我真的受够了你这种控制狂，我真的很窒息。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合作。我说你这几天不着家，原来你是外面有人了是吧？这位是。不好意思啊吴总，私事儿。我这几天专心忙工作，没人管你不好吗？都是借口，你别给我解释，走回家。哎哎吴总，你怎么又不给我做饭？就因为那点事儿，你就冷暴力我2天了，你真的够了？怎么，我用你对我的方式对你，你就生气了？为什么就一份礼物？我花自己的钱给我妈买东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现在都跟我计较这些是吧？就算我给你妈买，你还得起吗？你说的男女平等吗？你这个房间密码怎么不对了？房租这几个月都是我交的，不需要清算一下吗？你知道我收入不稳定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那就是没钱了。那你是搬出去还是搬出去呢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分手吧，明晚前搬出去，谢合作。男女平等的意义是相互理解和尊重，而不是为了一己私欲去绑架他人的借口。